世间十方国土之所无，十方三世，一切诸佛如来国土里的没有的，极乐同居所独有。你看，特别用同居。这个意思是什么？弥陀的十八土跟十方诸佛十八土没两样啊，不一样的是凡圣同居土啊，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是十方诸佛凡圣同居土里面所没有的。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读到过，十方世界有没有像西方极乐世界那样的啊？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。没有三恶道，没有修罗，没有罗刹，有没有？有。但是，他不是阿惟越致菩萨。啊，极乐世界呢，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皆作阿惟越致菩萨。这个没有了，这十方世界世界一个都找不到了，只有极乐世界独有，独此一家，故云无上殊胜超世之愿也。啊，也正因为是这个事实，这个缘故，所以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这我们不能不晓得啊，我们能不去吗？我们能不真干吗？还在此地继续去搞六道轮回吗？啊，还造三途业吗？